亚元 ACU 亚洲货币单位由亚洲数字货币有限公司于2019年在香港发行流通，发行总量10,000亿美元，实行联系汇率制度，与香港离岸人民币1:1汇率锚定。亚洲数字货币有限公司由香港杨氏集团联合香港政商界人士注资成立，主要专注于区块链及数字货币的全产业链布局和运营，立足香港，覆盖亚洲，影响全球。